在上一次我们是了解到药师如来的第八大愿转女成男愿，当然我们知道女众啊，这个身体比较羸弱，在精神就是毅力上面有些时候有所限制，所以一般看来都有比较不能够达其愿的障碍。那当然我们上一次了解到，最后如果你能够转变女众的习气而具丈夫相，那么就男女无别，就不再有差异。那今天我们既然知道女众有种种种种的百恶所逼恼，那我们平心而论来看待所有女人可能发生的现象，好好了解它，来作为自己的这个引以为戒，好好来修正它。那么在众生皆有佛性的主题之下，自然乃至证得无上菩提。那话说世尊对于女众的观察真的是无微不至啊，真的是巨细靡遗，仔仔细细的道出所有世间上所有女众的相状。这并不是说在座的这个大众啊有一定有这样的问题。举凡人呢，就是这两种性别，一是男，一是女啊。以动物来讲，我们以公跟母来区别它，但谁也不知道自己生生世世都常为男众吗？还是常为女众？其实不尽然如此。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而能够摒弃离开这样的习气，那么一直修行下去，自然能够快速的成就无上正等正觉。那在经论里面谈到女啊，对于这个男女身份上面有比较着重于这六欲的情形，在此提出供大家做参考。经论里面说啊，这个女众的六欲比较强啊。第一，色欲，色欲就是对于物质的拥有。那我们都知道，女人必须掌持家务啊，所以在家庭的作物上面，你必须有一个区域范围，好好去让这个眷属们得以在这里悠游自在。所以里跟外有所区隔，自他之间有所分别，这种状态对于物质与自己的关系，与这个家族的关系，总会在意。久了久了，对于物质的属性来讲，自然就提高警觉。所以对于物质界上的这种欲望来得强一点。那事实上，这是着在有形的。那我们比对来讲，男众有没有色欲呢？对于物质的需求重不重呢？其实只要是有这个色执身啊，都会需要到物质的给予和供给，让我们得以好好的生活。所以只是在于它的执着性的强弱而言，并不是大众不需要以物质来让生命继续好好的活下去。这个地方是要从这个贪欲对物质的欲抽拔出来，而淡化它，在因缘法里面能够比较自由自在。所以这个色欲女人有，其实男人也有。那有的女人对物质上啊，对于家庭里面的物质跟对这个家的掌控啊，那种性格啊比较强烈。可是男人也有啊，男人有的时候他不注重于这个所有，可是对于自己的身份啊，社会地位也来得很在意。那第二个讲形貌欲啊，色欲、形貌欲，形貌欲是第二。女人啊，就是女众对于自己的外表上面啊来得很注重。
其实这个我们没有深深的讨论，请问过男众，他真正心里的话，你在不在意自己的外表？其实还是在意的。那女人为什么特别强调？因为女人需要靠着外表被评估，被评估于哎，她长得好不好看，看会生不生啊，带你问要看死人啊，是不是？所以啊，女为悦己者容，她想要用这种比较姣好的外表的这些条件来让自己有比较好的基础啊，那能够够得上能够被选择而进入到比较好的环境里面。所以这种形貌欲啊，对于自己的外表等等啊会比较注重，所以女众来讲都会略微打扮为悦己者容。话说有个女生啊，她发现啊她的男朋友啊，每次看到紫色穿紫色的衣裳的女孩子，她就会忘我的行注目礼，然后忘记她的存在。她后来就发现了，原来她的男朋友啊喜欢看有化妆的，然后穿着紫色衣裳，于是她就开始啊买了紫色的衣裳啊这个、系列啊，然后开始打扮她要的样子。可是她痛恨紫色啊。他就非常的痛恨。那结婚之后呢，他就不再穿着紫色的衣裳，然后他每次要去宴会的时候，他的先生都会说啊，这套这套这套好这套好。他说我皮肤没有那么白，穿上紫色气质不好，看起来有够怂啊。那如果说气质好，穿上紫色还不错，就他的先生啊，就每次就看到紫色就会就晕了啦啊。他就在这个形貌欲上面过不去。这个就是每个人他有他的特殊的喜好。那女人之所以会形貌欲，其实跟男众有没有关系？跟男众有没有关系？难道打扮花枝招展只是为了要自己欣赏在镜子前面然后顾影自怜吗？我想应该是跟人彼此之间所谓要互属啊，这个关系法的存在而加强了。所以女众的形貌欲，那我们大家要知道，人真正在这个相处之后，不是因为形貌，开始的第一印象可能是因为形貌，慢慢深度了解之后是因为个性，是因为个性而继续能够生活下去。那这个地方讲女的六欲，形貌欲，第三叫威仪姿态欲。那女人希不希望婀娜多姿？那是不是希望自己在威仪上面啊，不会太过粗糙，能够举止大方？有没有这种内心自我的期许？合理的话，应该是叫应该有的礼节。那非合理的话，就是有点虚伪了。有点虚伪做作的样子。那女众对于威仪的姿态欲，当然会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如果没有自己这样想，应该威仪端庄，那姿态呢应该正当啊，那姿态行住坐卧之间啊，应该落落大方。如果连这种标准都没有，那也蛮麻烦的啊。那这里讲到的欲是超乎了，过强，所以不真实，这样子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哦。所以我们应该如法如律，那在这个礼节礼教上面有一个大众可接受的范围是必要的。你总不能言行举止上不知上下啊，不知大小，那也是糟糕。像中国传统文化来讲，女德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家庭无外乎就是男女两性所结合的嘛，那所以在这里面需要有这样子的一种修养。第四叫言语音声欲，言语音声这个地方啊，这是因人的个人的正报而有所不同。那在环境里面呢，会不会因为学习而懂得语言啊，懂得如何
去与人相处。那女人呢，如果说在这个上面过头了，那总是会有一些做作的嗲声嗲气的，或是一些比较不正常的诱惑。那男人对于女人的言语音声有没有特殊的受到某一种感觉而触动？会不会？会呀，男人耳根子软啊。所以为什么人家说啊，这个枕边细语啊，对不对啊？曾经啊，我们看过那个大家在描述啊，有的女生啊，女人啊，这个声音啊，发音啊，非常的女人味，知道意思是怎么特别的软呢？他这个男人呢，他听到这种声音啊，他就觉得心旷神怡，还是我就会对于这个女生有特别的那种喜好啊，这种欢愉的感觉。所以女生言语音声欲是为了越取悦他人的话，那这上面的欲就有问题。那如果说你是在正常的礼教修行，或是正常的言语的表态表达之下，这是一种正常的生命现象。那这里当然讲，如果你刻意在这上面追求，那就恐怖了。常常我们也知道，有的男众说了啊，这个未结婚前啊，这个女朋友说话，那真是温柔婉约啊，那真正结婚之后啊，这粗俗不堪啊，可能就是跟他以上所说的所有的一切有关系啊。好，第五个女的六欲里面就是细滑欲，当然呢，这个有好多好多的原因啊。那我们最有名的就是杨贵妃的啊，这个叫什么什么什么露喜，那句成语我忘记了，就是喜凝脂啊，有没有？清泉喜凝脂，哦，他的皮肤细嫩无比。所以因为太多的歌颂，太多的那种诗词歌赋，在讲到女人的窈窕淑女啊，那她的什么样的展现啊，所以谈到这个细滑欲，让这些被文学啊，被这些搞得昏头转向的人会去追求。所以为什么女人的化妆品好卖，就是为了这些欲啊，是不是？细滑欲是不是要好好保养，好好保养啊，才不会让自己变成菜瓜布，是不是？像这些情形你怎么说呢？怎么说？哎呀，女人有这个欲，到底是自己产生的欲，还是被定论你需要如此如此姣好，然后才会博得男人的垂青啊，男人的这种爱恋？所以这其实是双方的。那在追求这上面呢，我们打开电视都可以看到啊，这么言语音声、威仪姿态、形貌细滑等等，都是满分的。但又如何呢？他不是大丈夫，对不对？这些不一定他是有那样的气度，有能够修行，可以看到佛性。所以这个细滑欲让大家参考。最后一个人相欲，也就是所有都会去想象到人的一个标准值，然后希望能够自己在这上面出类拔萃，那这个所有一切里面可以特别特别的显著出来。所以世尊讲到女啊，男女身份里面的女对于这六欲是比较来的着重。那今天呢，我们已经知道修行里面他不再看这个，不再看这个并不表达哦，你说话就可以乱讲，那你言语啊，各方面就可以粗糙，内容粗俗，并不是这样，而是你要在这上面不执着，提升出来，这个有教养，可是不是为了让自己特别雕塑在这个上面的样子。那说到这个第八大愿里面，这个药师如来，他说如果有女人啊，有百恶啊，女百恶逼恼，然后呢，听他的名字之后就能转女成男，
具丈夫相。这里面当然包括对佛法的熏修，对于正法纳受，才知道开发法身慧命。但是这个女百恶啊，我们也总是要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那我以下来跟大家介绍戒观女人十恶如实厌离解脱法里面啊，他把这个女人的十恶啊，其实百恶总说了差不多这种十种相状介绍给大家听，你就会发现确实世尊真是太厉害了，他把女人所有的一切描述的淋漓尽致。那我们如果有犯这样子的话，千万千万记得一定要好好提携自己，好好自我喊话，哎呦糟糕糟糕，好好修行。那如果你能够引以为戒，来生来世不再落入一样的那这种相状，那就好修行了。所以简单的举女人十恶，第一贪淫无量无厌，这并不是讲所有的女人，这是在讲不能够成佛不能够转女成男的女人是如此。如果你没有这条恶，你没有这个的话，那应该成佛有望，你修行是可以稳住的。这个地方讲贪淫无量无厌，经云十方国土有女人处即有地狱，只要有女人的地方就有地狱。女人遇男如海吞流，百千万劫毕竟不满，得一忘一心意狂乱。那这个地方在讲女人呢，女人在过去的定义里面，女人是不是一定要出嫁，女孩一定要出嫁才能够保障可以好好的活下去。那如果你不出嫁的话，那就叫老姑婆了。过去啊就叫老姑婆了。老姑婆死了还要放在厨房啊，不能上那个大厅啊，厅堂，对不对？古早是安尼呢，老姑婆过人玩啊。是不是？所以过去这种重男轻女跟这种不平等的社会使然，因为女人她没有求生的本能，并不是说她不能够求生，而是她的工作机会少，她的付出都是为家庭而付出。那这个地方啊，所以女人为了要让自己能够稳固，所以呢她就想要跟这个男众，也就是自己的夫啊，那能够百年好合，永浴爱河吧，所以会在这上面特别的殷切在于双方的这种关系法，所以自然就养成了这样。这里面讲啊，女人呢见可易难，惜怨与交，有火纳心，多意多智，昼夜行坐无妄欲时，受五道身皆女行摄，先纪以来女耕未转，彻穷节事不免女身，故名贪欲无厌。在过去的女人是不是有一句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女人她基础上一定有一个功能叫做传宗接代。所以呢，受五道身皆女行摄，如果你要出生在娑婆，你不知道原来你可以跳出六道轮回，所以你要出生在任何的一道，是不是由女来孕育？那孕育的基础都一定会产生到淫欲交媾这件事。所以因为是要传宗接代，所以你必须去接受这样的一件事。那这个地方如果你不了解，你不了解而一直以为这就是你生命本来的工作，那一直以自己为女生，为自己这个价值所在，彻穷节事不免女生，那你生生世世意识里面都一直存在这个，那永远都会在跟这个淫欲搅和在一起，永远都是为了要好好的养儿育女。如果只为了这样的一个答案，这样的一个中心思想，那可能轮回不尽啊。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那这种女人有没有？有。
那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自由的让心思自由的解脱出来。有的人就说奇怪了，我想一想，我上辈子可能怀孕过，当过女生吗？哎，也有可能，有的修行啊，男众啊，好，之后就会想，所以我现在哦，在看女人怀孕的时候，我应该能体验到她很辛苦才对啊。好，有的男众就这样讲，我应该能够感受到她很辛苦。那我现在看我老婆这样，应该要多多体谅她。那我自己如果怀孕的时候，又是如何一种感觉呢？这种想象的世界，你来生来世保证会再让你怀孕的。你应该要知道，要成就法身慧命啊，不以孕育啊，我们说这个以淫啊，这个人啊，人生啊，是以淫正其命啊，人的这个身体啊，是以淫正其命，所以要从淫欲里走出来。那现代是不是比较不注重，一定强调一定要养儿育女，那现在也不强调一定要结婚，对不对？单身的也有，那有的人要走入修行，各有自己的选择。那第二个，女人的十恶里面有嫉妒心如毒蛇，并不是每个女人都嫉妒，但是如果有这种的话，就不是可以成佛之种了。第二个，嫉妒心如毒蛇，家有负累，牺牲赠购，口似相亲，心如冤家，若同夫婿，更相归命。他讲哦，讲说家里啊，如果有妇人呢、啊，妇类就不是只有一个，就是家族里面有好几个女生，那开始就会内心啊有那个嫉妒，那有那些染垢放在心里，那嘴巴好像啊很好啊，哎呀怎样，很亲的样子，可是心如冤家，心中其实是有一点点嫌隙的。那如果跟夫婿两个，有些时候还会排斥他人，彼此一起来跟这个其他的这个家里的其他的妯娌呀、兄弟等等啊，就是去之为快，或是在争宠，那这个叫做嫉妒。那这个上面呢，不是每一个女人都这样，但如果你是这样的话，要小心。这就是我们读这部经的话，要知道因缘因果。那如果你有这样的特质，那这个要好好的修身养性啦。那我们有没有看过有这种嫉妒心如毒蛇的女生，其实自己痛苦啊，真的自己痛苦啊。第三叫谄曲诈亲，凡见人时未语先笑，口云意念心怀嫌恨。哦，这个地方啊，谄曲诈亲就是看到人呢 人拢讲爱讲先招呼，是不是安尼？啊，那看到人来哦，客气就闷闷啊笑，先招，对不对？啊、哦，谁啊谁啊、哦，好久不见啦、啊！哦，正在想你啊，你就来了，哦、听了感觉足舒服，唔知心内安怎想，这个意思就是这样。那真实应该你这个欢愉啊，欢喜之心啊，出自于真心，那就是好。那如果说心口云意念呢、啊，心怀嫌隙哦，那这种就虚伪啦。如果是这样，是心口不一嘛，对不对？所以那也不要说哦，那我要执行，我要表达我的真心。既然我偷牙医进门来讲，你来冲啥？那这样也太没有涵养了。那这个地方当然是在特殊指说这些女众心思不好的。那这种呢是很糟糕。那这里面他还有讲，对于夫婿，思他男子背夫远行，或愿早死，或与外人多种谋计，即见夫时谄媚附近，身向心背，名为诈亲。哦，这恐怖呢。他说这个不守妇德的女人呢、啊，她哦看到丈夫啊，其实她不喜欢他，然后她心中就想着别的男人，那怨夫远行，好，你紧出去做行李，我紧你做你去，较久较回来不要紧，然后或愿早死，那这个就是有古时候的那个故事，叫武大郎啊，潘金莲，他就是这样嘛，是不是有这种人？果真如此，所以或愿早死，或与外人多种谋计啊，谋财害命啊，
那这个毒杀亲夫啊，事实上就有这种女人。那看到丈夫的时候呢，又谄媚啊，可是身是好是跟她在一起，可是心呢一直想着另外的男人，这叫诈亲。所以产取诈亲，如果是对于不喜欢的人假装，那对于自己的丈夫又有这种行径，这种女人不会成佛的，修行有问题。那我们读这个不要想说，哎，世尊就在批判女人男女不平等，不是，他是要举出，如果你有这样，你一定要修啊，你这个果报在地狱啊，对不对？第四叫放逸，但念彩衣装粉钗串，修治面目，忘他爱念，单着五欲，不避亲疏，不畏后世，畜生恶鬼，名为放逸。第四讲说哈，有一些女生啊，她就专门只是爱打扮，生命里所有都是但念彩衣装粉，就是要装饰自己。那钗串，钗就是头饰，以前不是有金钗吗？那这个串就是手环的意思，就一天到晚就在把玩自己，哎呦，我有几个化妆这个装饰品啊，那这样啊，修治面目，每天就是在管着，只管着这张脸啊，希望打扮的花枝招展，忘他爱念，希望对方呢能够爱上我，思念我。那在这个五欲里面呢，不避亲疏，有的时候身份就顾不得了。那这些呢的后世的果报是在畜生跟恶鬼。你不从人的智能上面去开发，只是在外表上面去装饰，这个完全草包啊，是没有内涵的。那这个叫放逸。那这种女生呢要转女成男就困难了。第五个叫口多恶业。这个地方世尊讲的真是明白啊，他说啊，出言虚狂，实情难得，凡所论说虚多实少，喜道比弊，会恶之语，母女姐妹不相避忌，两舌斗乱，传送消息，数作咒事，不畏殃报，贫骂尊长，穷逐争讼，是名口多恶业。这是在讲这口德不修的女众，她成佛是没有希望的。她说啊，这个出言虚狂，实情难得，讲话都讲得好夸张，真实的你摸不到啊，这讲话不实在啊，碰碰啊，哦，我今天哎呦，你不知哦，今天是偌贵的，你若去多一间买吼，就是几万减几万，这碰碰。啊，是什么人给我提回来？全台湾，我跟你说，全台湾就是只有我一年。有的人讲话就是这个样子哦，就是太爱夸张了，那真的实情难得，什么全台湾只有一年，那算给你提回来。他光去那边啊，可能已经买了30件，只是他要卖你的时候跟你讲，台湾你是找不到这款的啦，因为这是我外国拿回来，你就自己碰碰说全台湾只有这样。现在的衣服都是样板做的啦，尺寸进得挑，不是手工制品啊，对不对？所以这举例，所以呢，凡所说论说虚多实少，讲话虚张声势啊，真实的部分呢，其实又难拿捏啊。那喜欢讲些粗俗啊、不好听的话，就是爱尖酸刻薄，在背后呢斥骂别人的话啊。这有的女人脾气一来啊，那话是尖酸刻薄的啊。那时候脏话男人会骂，女人也是会骂的。如果这样是成佛无望啊。对不对？他说母女姐妹不相避忌，有些时候母女姐妹本身在讲话的时候也一样，一点都没有尊重，口无遮拦啊，就骂到很难听啊。我就曾经看过有一对母女啊，两个就是因为这个女孩啊，她正在叛逆，她这个妈妈很是烦恼，就带了他两个一起来，
一起来说想找师父来给我们指导指导啊。结果这个女儿哈，她开口没几句话，她说：“师父，师父，我跟你讲，我妈妈很过分。”哦，这妈妈马上跳起来，哦，公阿弟姐怎么给阿诺？公然的哦，在那边说他女儿怎么样，他女儿忍耐不住，竟然拿了很尖酸刻薄刺他母亲的话。看到他们那些对话，难怪他们无法相处，别人听来都不堪入耳，真的不堪入耳。女儿怎么会骂妈妈那种话？那妈妈怎么这样来说自己的女儿啊？那这个里面还有一句哦，他说哦，两舌斗乱传送消息，女人就是这样啊，你骂来骂去骂来骂去之后，哎，第三者听了，他会主动帮你流传，主动两舌会跑到对方那边说，哎，那天啊你走了，他继续骂，他说你怎样，然后那边骂过来，你又继续流传，这两舌很恐怖，助作咒事不畏殃报，还会咒骂人家，骂人家什么没怎么样啊，没子孙啊，没儿没女，没人哭啊，等等那些，平骂尊长，还会平骂尊长，就是没人看到的时候，对自己的长辈还会什么，这在后面说不好听的话，这些穷族争讼，只要是有争讼有争吵之后，还会趁胜追击，还会穷追猛打，你就这样，你就这样，你看，你看，你看，你现在就说出来了哦，就是一定要逗得对方火气来了，把不好听的话说出来。他说：“对啊，你看，你就是这种人。”然后彼此这样，这口多恶业哦。我记得以前我们在乡下过日子哦，那是一个大家比较直来直往的社会结构啦哈、哦，那。就常常看到有因为左右隔壁的鸡跑错笼子回错家了，然后是从过去这个祖上就开始左右有嫌隙，那一直媳妇嫁进来说的改工，你要小心哦，哦对面的那个还是隔壁的那个阿桑安怎安怎安怎，就赶快给他灌输啊，灌输隔壁是如何的不好，嘴巴不休，口多恶业，最后这样子的一种纠结啊。六者厌背夫主，背弃夫主，当然呢这些是相当相当不好的啊。说若见端正男子，无休追逐，或遣信逼，或自身亡，坐卧不安，休费深夜，或结成病，或食脱病，贫处饮淡，人前不孙。那这个地方讲啊，这有的女众啊，单相思啊，那看到自己喜欢的啊，然后就会主动的啊写信，主动的想要有所接触，或是自己往前往去。这在过去啊会有，现在会比较少啦，因为现在啊。你喜欢或不喜欢呢，这个都要双方。那过去为什么会有这样？因为过去都是媒妁之言啊，在古代。那现在是自由恋爱。自由恋爱彼此本身已经达到某一种认知才意愿在一起。那过去呢，如果你结婚，你的配偶并不是你所喜欢，真的后来你看到你喜欢的，果真会有相思病，这个地方就是这样讲啊。或结成病，相思病，或食脱病啊。那贫处自己私底下一个人的时候吃得饱饱，那人前呢就人前不孙，不孙就不吃啊，讲到 gay 的地方啊，这些呢，哎，真的是描述的太过逼真了，好像电视剧里面都演过啊。夫婿辛苦勤劳得财。割俭偷窃，供给旁夫，如共作谋计，归欲杀害，这是计划要杀害亲夫。见夫即称冤家无义，是名厌背夫主，也就是看到自己丈夫的时候就火冒三丈，就很讨厌
那什么东西就偷偷摸摸的拿去给自己，就旁夫，也就是自己喜欢的这个男士，有没有这种？在过去的电视剧里面有啦，现在呢大概我们也就不知道。所以这种成佛无望，这女百恶啊，如果你自己有这些行为的话，你要真的想要舍离厌弃的话，愿舍女身就得好好修行啊。那第七讲一切女人多怀缠取，实情难得。那这个在讲女人的心思狡诈，有的时候话捞不出来，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说女人艰险，性气难量，虽与对面共言，心隔千里之外，皆为贪求势力，性逐交浮，言是反隐为非，只需翻江为石，颠倒常理，美事多端。这个讲啊，女人有些时候你跟她讲话虚虚实实，你不知道她是怎么样的一个实情，跟你讲的好像很好，可是你的心啊，她的心是在千里之外啊，心思啊放在别的事情上面。那很多事情啊，就是言是反隐为非啊，比如这我们常看到有些人啊，他当面跟你讲，好，你做主就好了啊，这件事，我同意，没关系。那回去呢，个病啊，那卡等讲，他跟我老阿内讲，我没有啊，你自己说的啦，这种啊的欢靠金啊，就是会有这种情形啊，只需翻江为石，那没有不真实的事情，那慢慢的啊就会。强化，一直以为是真的。其实在最近啊，我们有一些看到一些老人家，他真的有这种病啊，不一定是男女，但是女众比较多，真的是这样。这个被害妄想症，有讲迫害妄想症是真的有。他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可能经过战乱，现在我讲的这个疾病都发生，最近看好多个都差不多80几岁，80、90岁，他们经过当时的战乱，那战乱的时候啊，这个夫婿都不在家啊，男丁啊都要去去当兵，然后女人一个人生活还要逃难，还要养儿育女嘛，然后还有儿女。就是生下来之后饿死的，因为没得吃，战乱了。所以他在这个里面呢，他都一直心中觉得有人要来，他家有人会来抢，然后晚上会有人就是破门而入，小偷。所以他心中永远都很害怕，就觉得有人要抢他的物品，要打他。那如果说你在家庭里，那又不是一个很驯服的，或许真的也有长辈会揍你，或是丈夫啊会揍你。那这种啊，到老的时候，他都在意识里面，他都会变现，所以只需翻江为石。他被害妄想症之后，常常无法相处，他的媳妇啊，或是任何人，他都说他们要偷他的东西，门窗啊都关起来，关得很紧。你讲哦，伊都，你是不是要毒死我？他都说，他这个媳妇啊，年轻的时候啊，都食物里面都掺毒啊，那都是要毒死他的哦。然后谁啊，都是要偷他的东西啊。你看他衣橱里啊，他的手镯不见了，那他的什么东西不见了？反正就是这样啊，都是虚假的。那这个媳妇好生痛苦啊，因为她先生就会说，你为什么要偷妈妈的东西那她是我母亲，你为什么要毒害她？开始她发病的时候，这个丈夫不知道，就是这个儿子不知道，这个媳妇饱受委屈啊，她说我没有啊。然后她妈妈一直说，有啊，你不在家，你去上班，你媳妇都不给我吃你媳妇都到我房间来偷拿我的衣服跟我的嫁妆。那到多年后才证实原来这个老者是得了被害妄想症。
那这个过程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啊，心思在恐惧中，他生活面因为经过太多的战乱跟太多的那种灾难孤独，那所以他有很多的妄想。那之后他最亲最信任的人当然是自己的儿子，那其他的媳妇啊或其他的人他就会一直抗拒他。而像这种呢，就是原则上就是心意是有问题。那女人呢，就在这上面落落大方啊，要不要心怀残取，这样虚伪，到老了，回光返照，死了的时候啊，死之前都会产生的意识错乱，死之后永远在追逐跟逃避，因为你会觉得大家是来迫害你的，那种恐惧心是会下地狱的，所以活着要好好修。那这里讲到女人呢，颠倒常理，美事多端，向背有无，情随冷热，就是这女人常常感情当中翻来颠来倒去啊，喜怒无常，所以有时候大家好好的，隔三五年变成仇家了，这种情形都有。那跟人之间的相处常常冷热冷热，忽冷忽热，不稳定。那这个或因财因色相，因财因色相污，或争名位而起谤，是以口如之高，心若锥刀。这讲说，或许是因为家庭财产分配不均，或是因为物质上面的这个彼此拥有的主权归属问题，所以会有互相污谤对方。那为了要争这个名位，那起污谤对方，那口说起来大家都是无争啊，可是其实心是很戾的，都在暗地里伤害别人。这个我就看过，有一个老者，他的朋友就教他，他老了嘛，老了他看他的儿女其实蛮孝顺的，然后他就想说，哎呀，这吼。我安尼只顾手够一撮仔钱，我着分好好，分好好，后工吼，互因通啊，要安怎，要做什么打算，好使用。他的好朋友就跟他说：“哎呀，你好笨啊，不可以这样。你钱哦，一定要好好的捏着，然后你都爱讲，你都爱讲哈，我这钱吼是无随便给人的啦。着看谁较友好，我后摆再要给伊。”他的好朋友就这样教他，伊讲，你安尼讲买道有道理，安尼因吼看相诶吼较友好啊，我真惨，无人要甲友好，因为大家拢想讲，我们何必那么虚伪呢？我们何必那么虚伪啊？他要给谁？其实他心中喜欢谁，喜欢谁，我们也不知道啊，差不多也看得出来啦，差不多也看得出来，真的会这样吗？结果没有真相孝顺，反而。不搭不理，这个老者他就心里很不是滋味啊，他就很不是滋味的认为说，哎呀，我不是讲你哪什么人后摆哪较友好啊，我要这啥也要老啥，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等到哪一天你老了，你真的老了，你死了的时候，你没有写清楚啊，那谁拿得到，谁拿不到，谁又能做准？因为这个上不慈下就不孝嘛。这是一定的，真的要孝顺的，你本来也就孝顺了，那你要因为这样这个要得所以才孝顺，那也不真实啊，对不对？所以他后来晚景凄凉，因为自己搞的 要让这些儿女来起争执，来起较量心，那怎么好啊？而那其中就有媳妇就说，阿妈你好啊，你好啊，留我自己用，我是会要赚钱啊，我没要想你的，我没要想要爱你的遗产，你要搬在老二那么大，赶紧去。你看，刚好得到什么？那我们要特别孝顺你，好像我们要你的钱，那我就先跟你说我不要好了。我跟你说我不要。所以人啊，这是女人自己想出来的，你想出来然后让自己不得下台。
哦，好，那这个地方呢，第八叫贪财不顾恩义，哦，这个讲得很有意思。他说，父母养育，娶劳难报，及嫁得夫，弃忘恩德，归父母，勿润益夫家，多得便喜，不称便恨。这个讲哦，这女儿啊，父母啊，好好的养育，那结果呢，结婚之后，嫁得丈夫之后呢，弃忘恩德，回去父母家归父母哦，那勿润益夫家哦，对呢，查某囝惨了，听过无？啊，啥还拢搬搬搬搬，等于引导，然后多得便喜，父母给多了啊，就开心了啊。如果不给的话，就想说父母怎么这么不疼我，这么抠这样子。那这个是在讲贪财不顾恩义，有没有这种女孩？有，是有的啦。好，那一般呢，还有是倒着做的，从夫家挖回去娘家，也有这种啊，也有。那这个是在讲世间现象，所以世尊呢，在世间法里面看得可真透彻啊。好，第九叫欲火烧心，不耻父母，不惧刀杖，或未嫁妊娠，或奔逐他逃，或勾引他人向家造过，耻辱父母，败乱宗亲。这讲说哈，有些这个女众欲火烧心呢，啊，就是欲望比较强。然后这个在现代啊，现代的生活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是保持了一个距离呀，不容易啊，男女当中不容易有交谊啊，就是接触的机会。那现在是很容易啊，所有的学校啊，这个做事的地方啊，大家都容易有交谈。那过去呢，如果有什么样的机会啊，那可能就是未嫁妊娠啊，那未出闺房啊，未嫁之前就怀孕啊，那种就古时很多会产生很怎么讲，很不好听的啊，很不好听的言辞，大家都觉得是一种耻辱。所以那过去这种叫败乱宗亲呐，这过去。这是很不好的。那还有一些那种，这个在讲古代了哈。那还有一种就是会有对于这不贞的妇女要丢到海里去，有没有啊？要到河里去啊，要逼她自尽，因为觉得那是一件很羞耻的事。但现在不是呢，现在不是，现在年轻人你问他，他们会怎么回答？各位，你听着会，发现这个时代不同。现在年轻人说，我们现在谈一个月的恋爱，低过你们谈10年，低过你们那个时候的1年或10年，因为我们每天都在 MSN，我们每天都在 email，那我们每天都在见面啊，甚至于生活在一起。你们以前呢，都是想象空间在谈恋爱的。哦，因为根本见不着对方，于是呢，想啊想啊，跟对方都不熟。那现在的谈恋爱法啊，半年一年我们就很熟很熟，决定要不要在一起，决定要不要结婚。那以后啊，已经熟悉了，比较稳靠，不会像你们过去都怀抱的好大的思考空间啊，那想象着爱情。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认为真实的接触是必要的，这是。价值不同，环境不同，哦，那你现在还有过去那种谈恋爱方式吗？那大概也谈不成啊，哦。那这个地方是在讲欲火烧心啊，哦，那讲说女生呢，这是有的啦，并不是全部。他说出嫁之后复判夫婿啊，哦，夫亡未己，更思后嫁啊，哦，就是如果有不幸的事发生了啊，哦，这个丈夫。去世了，那就想要后嫁。可是以前也有贞节牌坊啊，是不是有贞节牌坊啊？所以不尽然全部是啦。男女成人，由气改出，心迷欲醉，不必羞耻。女人过患，穷节难尽，故名欲火烧心。他这样讲啊，这个女人就丈夫不在就想嫁，然后呢？啊，不必羞耻。所以女人呢，生生世世其实都在重复这样的一个身份跟一个欲望，那这样子欲火烧心，成佛难矣。但我也看过有一些女人，她很辛苦，
他说哈，他因为夫妻之间啊有变故变化之后，在过去那个年代，他没有办法把孩子养长养大，他是没有能力的。他虽然想要守节，他也想要说去帮佣啊啊，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让自己的孩子长大，但是他无法支付，无法负担，他只好选择嫁人，选择嫁人。然后这个男众如果愿意，也来帮他把他孩子抚养长大，但是里面的感情都不真呢、啊。里面感情不真，因为他既然带着自己的孩子，那这个男众不大可能再去寻找一个这个完全未婚者，所以多半也是有丧妻的。那所以在这种情形，可能就有两个家族的孩子在一起，两个家族。那这两个家族的孩子在一起之后，彼此会袒护自己所生吗？这是人的一种私心呐、啊，是不是刻意如此？我们不便说啦。那在这种状态之下，就难免无法真诚相待。话说，我们以前有一个同学，他妈妈带5个小孩，因为他爸爸早逝。